Yeah, 欢迎香港的朋友来讲几句广东话。大家好，好开心。欢迎你到英井陈氏。好开心。哇，今日太阳好好。对，今天的天气超好的。天气真好。今天是第几天在这里？第五天了，过两天走了。啊，真的，再过两天走。原来如此，所以有机会今天过来这里走走，很开心。对呀，而且今天可以吃和牛。有什么样的感觉？太老旧的城市，应该用古老还是最比较简单的。嗯，好远的一个城市。对啊，而且在小小的山上。还有人来耶，还会有。会啊会啊，特地走过来。会，这里比较远。日本的偶像团体蓝。哦，蓝来。里面有个樱井翔，就很多他的粉丝来这里。参拜，然后对，然后写那个会嘛，然后挂在那边，你应该可以看到很多蓝的，对，他们的粉丝超多人，环境很好这里，然后可以发现这地上有字哦，有字哦，对，初老，你有发现？初老，对，初老。啊，我们下午会到沙滩很久哦。好便宜，好像是跟那边的游戏啊。我是在这边，就是那个和牛的价钱比较便宜。香港多少？一杯价钱吗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就这边的两倍。第一次看到这么新的海吗？有看过白色鸟居吗？没有。今天 Halloween 你们有要去哪吗？没有。晚上啊？有没有什么介绍？晚上你们是天神晃一晃就很多人。这几天就是我们有看到很多人有 Halloween 啊，对啊对啊。香港是今日才有的，很认真的，很认真打扮，很认真。之前我们在小窗看到的是 cosplay 啊，哇，很真的，挺厉害的。很用心要去打扮的，不是谁随意的，是很真的化完妆。今天开心吗？啊、有休息的感觉吗？有，去了很多地方，好地方，一些自己去不了的地方呢。